今天的造型到底多少钱吗？好吧，让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会告诉你三件东西的价钱。第一件就是这个，第二，第三就是我的外套。好吧，第一，这一个公文包，它是真皮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呢，我还在忧虑，因为它在 display 的那一件 item 呢，已经给人弄花了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要。我问他有没有新的，哎，幸好他也有新的，所以当时呢就买了。里面也是有花名的，这个的正价是750块。不过呢，因为我们当天呢，它减价减到290元。不过当时呢，不用那些麻烦的东西，买什么750再减呢，所以再减30%，所以到最后呢，210元我们就买到了。然后第二就是这一个。一般呢，如果你现在去 Burberry 的 store 呢，追小看看你是什么用料，它起码是500块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我们是上一年的冬天，它可能那个 sales 不太好吧，啥东西另外再半价，所以呢，当时就是这样买的。它写着是99块，不过它加减价的时候50块，我就买了这个。你一听那个声音就知道它很重，很扎实的。然后最后终点呢，就是这一个外套。现在说实话，穿起来那个灯光打着真的很热，不过呢，它全都是羊毛的，两边都是，整个都是。原价呢，这一件是2700多块。不过我问他为何呢减价减这么多，他说因为可能有时候他们忘了，他是可能几个 season 以前的东西。不过如果你想这个黑色的 season 以前的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觉得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我们一看见的时候觉得很高兴。然后当时也另外有一个中国人在买，他已经买了2件，不过他回来又再要买，还是个男的。我们刚开始也在想，哎，为什么一个男的去再换试衣服呢？原来他是买给他的家人的，所以当时他买了2件，觉得太便宜了，然后想把另外的2件也再买。不过我说，哎，我要1件就好了呀。他说好，然后他买了3件走掉了。所以呢，我到底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一件呢？我花的钱就是199块。买了这一件，我真的觉得太 unbelievable 了，太不可以相信了，几个星期，不过真的很满意这一个。好的，我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 video， 有什么，你买了什么有趣的，也可以告诉我啊。Like and subscribe， 谢谢。